节目出来后，一众女演员齐躺枪，其中杨幂、赵丽颖、佟丽娅被网友猜测的次数最多。于正自曝把艺人当孩子，却被捧红女星无情嘲笑。自动播放。近日，于正参加某节目，在节目中，他谈及自己与艺人的关系，他表示自己对于旗下艺人感情很深，总是操着老父亲的心。 很在乎他们的看法，把自己最好的资源都给他们。于正更直言，当一个艺人红起来以后，自己会减少和他的合作，也不会找对方帮忙，因为曾经自己找过一位被自己捧红的演员，结果被对方委婉拒绝。不仅如此，于正还爆了一个大料：曾有在他戏里红起来的女演员背地说他坏话。 有人截图发给了于正，女演员的做法深深的伤害了他。直到今年春节，女演员才发微信向他道歉。节目出来后，一众女演员齐躺枪，其中杨幂、赵丽颖、佟丽娅被网友猜测的次数最多。杨幂因为在《美人心计》里出演雪冤，成为网友怀疑的目标。 赵丽颖则在公所《宫锁沉香》里饰演女二琉璃，佟丽,丽娅则在公所《宫锁心玉》里出演了心机女二年素颜，不过很快就有粉丝发声澄清。杨幂与赵丽颖都为于正的演技派发声宣传，于正也转发，而且排除嫌疑。而佟丽娅的粉丝也不甘示弱，晒出多项证明，如二零一一年《宫锁珠帘》开拍的时候。 于正在媒体面前炮轰佟丽娅临时放鸽子，才导致袁姗姗临阵替补。佟丽娅那边回应称从未受邀主演，于正立马改口是给过她角色，她没接。我的向佟丽娅道歉，以后我也会谨言慎行。而且事后双方还多次与友人一道外出游玩。更何况佟丽娅早年早已凭借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走红。 并不是出演于正剧才红的，只能说于正剧红的女演员挺多，杨幂、佟丽娅、赵丽颖相对而言名字最大，也最躺枪。但也有不少网友对于正没有指名道姓说出女星的行为非常反感，觉得她是在炒作。毕竟早年时，他也多次内涵被再度捧红的过气台湾女演员背叛。 导致林心如成为网友主要怀疑对象。林心如呛声于正后，于正又说自己从来没有点过林心如的名字，不知道这一次他内涵的又是谁呢？